青春让我们肆无忌惮，怅然释怀。我要上清华，我要考北大。这位呢，就是妈妈给你请的数学老师。你扫把星瘟神！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，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。高二八班吴乔乔，你不仅谈恋爱，还涉嫌殴打人民教师。解铃还需系铃人。成熟啊成熟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吴乔乔，我喜欢你。吴乔乔，我也喜欢你。那你呢？也有很多人喜欢你啊。安琪毕竟是个女孩子是吧，我去保护她。重色轻友，我受够了你这副假装好人的样子。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都不会搭理她了。陆南生，你是不是用错了方法？安琪是一个很要强的女孩子，你也不应该说那些伤害她的话吧。那你呢？辣条都不想。我想成为飞行员，跟爸一样。你永远别想成为飞行员。梦想面前，我就算爬我也会爬过去的。我不能只考虑我自己吧。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我们都支持你。总有一天我会成为特别厉害的小说家。有时候梦想破灭也是一种幸福。在我的心里，你已经是一个机长了。行，机长指示。